蜂蜜水的正确喝法。一，要用温水或凉水来调制蜂蜜，这样不会破坏蜂蜜的组织成分和营养物质。二，喝蜂蜜一般晚上喝或晨起喝比较好，在排便之前喝，中午或者下午就不太适合喝蜂蜜了。三，喝蜂蜜的时候也不适合搭配其他东西，如菊花或连翘等。用蜂蜜水去泡的时候，是很难把它的药性泡出来的，没有什么实在的治疗意义。四，不要空腹喝蜂蜜水，蜂蜜属于甜食，甜食有增加胃酸分泌的作用，胃酸过多对胃黏膜有损伤。总结一，蜂蜜需要用温水或凉水来调制。二，蜂蜜在晚上或晨起时喝比较好。三，喝蜂蜜不宜搭配其他东西。四，蜂蜜不宜空腹饮用。